麦克风他们带来的曲目很好听，大家很熟悉 Moves Like Jagger， 欢迎他们。Just shoot for the stars.Then take me away and make it okay. I swear I'll behave. You wanted control.歌选得很好，选了一个目前大家很喜爱的一首流行曲目，透过你们专业的表演，我觉得今天的表演跟我上周看的其实落差真的蛮大，我觉得你们越来越有机会，越来越有希望，真的很棒。谢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提醒你一个细节，如果你吹口哨的话，那个麦克风会很敏感，应该这样吹吗？对，不可以直着，你听你听，如果是直着吹会吹你那个麦克风会响，如果吹口哨的时候你要竖过来。哇哦，我们会学的，谢谢。我也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女生吹口哨是非常帅气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我跟电视机前观众分享一个感受，就是 Peter 就是我们的 Beatbox 在表演的时候，其实他有一个表演是比较靠近舞台的，我不知道其他的评委老师是不是也感受到这个，我们的评委台子都在震，就是他是那个是我，是你啊，他是在脚底下在踹风，感觉非常有 power。因为我其实觉得清唱团他因为全部靠人声，所以其实选择这种比较有节奏感的歌曲，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力度的。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，在这方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了，第一轮是车轮赛，所以我们请出在他们之前表演的那支团队，人声失控，有请。五位专业评委老师，你们觉得谁？表现得更好一些呢，请举牌。4-1，麦克风胜出，麦克风暂时进入安全区。耶，我们终于唱这首歌，而且我们唱得很开心。你都看完了还在等？我吹的口哨是从来没有那么小，整体还 OK， 我很满意。